这是爱脑做的歌。好的，十点一回来，那个李英红就坐在我的面前了。我上次看到你的时候是我们开 DJ 大会，然后你就来表演。那一天呢，就穿着花衬衫，然后还戴着金手表。对，就是 MV 的造型。诶，是 MV， 对对对，造型对是。然后今天看起来就有一种富锦街的感觉。我们刚从富锦街过来。对对对。嗨。嗨，娃娃你好。你好，很开心就是你发行了新的专辑。那一次看完你表演之后，我就觉得这个人真的很做自己，就是。哦，我以为你要说很做作。没有，我觉得你在唱歌的时候很奇怪，就是你在跟我们讲话的时候，就对，就像聊天，然后在介绍歌。可是当你一唱歌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个很奇怪的，有一个透明的玻璃，对，就是根本就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。其实也是蛮紧张的啦。可是看不出来你紧张，因为那时候公司说要就是来那个 DJ 大会，就是都知道说是自己很熟悉的那个 DJ 大大们这样，所以心中其实那一两个礼拜都在家里就是练习这样，真的吗？对对对，揣摩说，哎，现在每个 DJ 都在下面看我，压力会觉得很大。可是那天很开心，就是其实大家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，就是那个感觉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肃，就大家其实都很嗨，我觉得。对，而且你在唱歌的时候，我们那个小姐姐还在后面拿手机直播，然后我就因为我也没有之前就是弟弟龙还没有发，来报弟弟龙还没发嘛，然后但是因为你那时候是第一次表演，然后我就在台下。对对对，我就唱得很开心。我听那个我们那个同事说，对，然后唱一唱，然后我就觉得哇，这个人好特别哦。对啊，谢谢。好的，今天有一些问题要问你。好，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，这首歌叫《爱奴》。爱奴，对对对，这个是爱奴嘛？对，你是一个谈恋爱就会扛脑袋扛扛的人吗？空空。康康，欸，康康是什么？康康是有够烂的台语。康康是就是比较就是，康康怎么讲？康康国语怎么讲？就是笨笨的。嘿，啊，康康就是没有这样，还不是一样？哎，欸，对哈，哦，其实也是一样哈，哦。我康我哦我康康了，康康就是康康，脑袋空空跟康康，哎，欸，空气怎么说？我自己也被搞混了。空气怎么说？空气。空气，所以是空空啊，空空哦，康康，空空跟康康 不太一样，好像有点混乱掉了。好，没关系。对，就是我，欸，我好像会多少会有一点啦。哦，啊，那这首歌是在写你自己吗？欸，不是，是我朋友的故事。通常大家都会这样讲。对，所以你是在爱情里面会很理智的人吗？没有，欸，我是比较感性的，巨蟹座嘛，嗯，哦，比较幼稚的。欸，我有听说很多巨蟹座的人都很会唱歌。唱歌？嗯，真的哦，真的。其中有一个就是张学友，就是我好像就是认识很多的歌手里面，好像都有很多巨蟹座都超会唱歌的，所以你就是其中，你也是其中一个。哦，我也算是可以跟学友哥哥一起那个。对，一种另外一种的情歌王子。是是是。对，好吧。那讲到就是我听完了你的这张专辑之后，它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的刺，因为大部分的人会觉得。嗯，饶舌歌手可能都会比较有力道跟比较用力，但是你的东西变得比较柔软。其实对，就是这张专辑也，也不完全说是以嘻哈的这个感觉去做，它其实也有很多歌都是类型很不一样的这样。对对对对，然后大部分也都是唱的为主。我有听到一首快哭了，啊，哪一首？那个极架高啊！哦，真的哦，嗯，那个嗯，因为我就是可以感觉得到，就是
你以一个被遗弃的狗狗的视角在看这个世界，我完全的，你知道高度就会不一样。我意思是说，就是在听其他歌的时候，就是对，是人。然后可是当我听到吉家高话的时候，我整个人，我觉得我整个人就瞬间矮了。你说就是变成另外一个角度来去感受。对，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用台语在唱歌的时候，他的那个怎么讲，就是很有味道，好像比国语来的更多了一层。可能是平常也常在讲台语跟朋友或家人，然后就是私底下的那个比较台的那一面，反而比较可以就是更表现我的那个闷骚的部分。台客的灵魂，韩星的外表。对对对对。哦，那你做梦的时候是讲台语还是讲国语？做梦应该还是讲，应该是讲国语比较多，还是其实梦里面好像没有这个语言的限制耶？我其实也不太确定是，有时候好像英文突然变好了这样。哦，会，但是我觉得你台语好到不行耶。就平常习惯讲习惯，所以在家里都是讲台语，在家里也是。那你为什么在写歌的时候，有刻意的是，那就是国台语掺杂，这就是你平常生活的样子吗？对对对，就是国台语掺杂那个西门町加东区这样，加富锦街，对对对，哦，好特别哦，那时候你介绍自己的时候，就是在还没有发行这张专辑之前，你有做过工地主任，对，那个工作，对，你在做那个工作的时候，你就是觉得是我要收集一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经历，还是就觉得我现在就是先这样，我也没有想太多。那时候主要是就需要一些经济方面的资源，这样，所以才去。那时候还在念书嘛，就一边做那个工地主任，其实就是缺钱了。工地主任赚很多吗？以大学生来讲，算还蛮多的。所以是算时薪？没有，我是领月薪。哦，那就很长时间，等于要待在工地监工。就是我主要是算监工嘛，所以在公司处理完文件，那如果就是有今天有那个施工，我就要去现场去监督这样。但是那样子的生活环境跟现在，所谓的唱片圈好了，其实是很不一样的。可能他们听电台的话，可能就会听一些台语的电台。对对对对。对，那个时候的生活环境有、影响到，就是他有，我很就是很想知道那个时候的你，我吗？好好好，有在想音乐吗？有有有，真的就是。我的生活那时候的生活就是只要上班，白天上班就是，我要一直开车，因为那个我是做那个交通耗资工程，所以远到那种什么瑞芳或者那个福隆都，所以你就是载一个假人的那一种。我不是、我是开车去，然后因为要有很多地方要去，所以没办法骑车，有的太远了，然后我就开车嘛，所以有时候会经过什么滨海公路还是什么台山线那种啊，然后沿路上就只有我自己跟电台 DJ， 所以我觉得印象很深刻是，不管是白天晚上，就是感觉那个电台对我来说很重要，是一个陪伴。对，然后现在想起来也是一个蛮美好的回忆，这样就是大概知道几点之那个是谁的那个开场音乐要开始这样。所以没有同事跟你一起。没有，我们就是去完看完他们施工，就再开车回去这样。对对对。那你的这张专辑发行之后，你有送给那时候的同事们吗？哦，有，但是就是最近还比较忙，还没有办法拿过去。对对对，其实就是有这个。那他们有没有吓到？那个李映红发专辑耶？有啊，我那个以前的老板，因为我那个老板是我一个好朋友的表哥。然后他就是有赖他说，叫英雄，看最近有没有表演不？苗辉还唱一下，就是苗辉那个。好可爱哦！那你有答应吗？好，算在经纪人。没有，我说最近比较忙啊，但是其实如果 OK， 我也是觉得蛮酷的啊，去对啊，很酷去唱一下这样。对、啊。讲到表演，那你最近有表演吗？最近有，最近那个表演我知道，6月25号不颁奖典礼。
哦，对对对，那个华语金曲之夜，对，我有去过，我跟你讲那台下人超疯的，是很疯的，所以需要就是给他们就是喝酒就好，这样不用你放歌就好，放歌就好，他们就会他们会很嗨哦，他们自己就会很嗨了、哦、因为可能大概台下人就是有一半以上都喝醉了，这样好好太酷了。你是第几组？我们是12点，第三组，对，第三组、哦、那时候真的可能没有一半，大概2/3都已经醉了，这样应该全部都差不多，好呀，会冲来冲去那种。因为我之前去的时候就是很好玩，嗯，所以你这次会来玩？有，今天我有被邀请，所以我才转贴你的哦，很想去甩头。好，我因为我有准备一些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玩的歌，好，还有做一些 remix。好，感觉可以去来感受一下我的广嗨时间。好，除了6月25号那个 Legacy 的部颁奖典礼之外，因为那天没有要唱歌，那天是放歌。对，还有一些小场的表演，8月6号礼拜六在台中陆地、嗯、台中的朋友要来哦。9月2号礼拜五高雄的水星，高雄的朋友要来哦。9月3号，诶，这个应该是在高雄上面。9月3号礼拜六台南 TCRC 台南朋友要来哦。还有一个最大的、啊、你忘记讲了、哦、虽然我太兴奋了因为他忘记最大场的就是9月30号，在这个 ATT Showbox 一定要来哦。好，那天会有一个他自己个人的大专场。对，你知道我今天要访问你，然后我的朋友就很高兴，他说他有预购你的专辑，而且他说他拿到那个互备卡的时候、他心情真的很好，非常雀跃。那个真的，那个礼物好棒哦！你说那个就是 old school 互备卡那个吗？对，那你自己有把它放在皮夹里面吗？没有啦，没有啦。为何不？不太好意思这样，就是被发现的话，就发现，哎，这个人怎么那么自恋？就万一如果你在路上遇到有人跟你要签名，可能就是他就拿一张纸给你，就说来啦，这我互备卡哦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可以表现我大方的一面？对啊，哦，好，感觉可以放一叠在回去，我再多互备几张这样。对啊，我觉得那个东西好棒哦。对啊，那个反应就是大家都还蛮喜欢的，嗯，对。好，那我很想知道你平常是怎么样在培养，就是自己训练文字在写字这个方面，因为我想有很多人都想要尝试着跟你一样啊，创作这一方面，我其实就是好像也没有特别，就是比较习惯的是，有点像是讲话的方式，就是我可能不管是有编好了一个曲，准备要想一些。旋律，或者是我用那个钢琴压几个和弦，那就是直接把那个旋律加上文字一起唱出来。所以其实你没有太刻意，其实就是哦，我现在想到我有感觉，我就是写下来这样。对对，然后一直把它延伸，一直延伸这样。反而有时候是觉得，来坐下来创作一下好了。可是就是要写的时候，反而会比较卡。就是对对对。好，那我们先进个广告，等一下再继续问你。好的，我们刚刚在广告的时候就有聊到他平常最喜欢的声音是什么，因为我觉得当一个 DJ 我想耳朵是很重要，他一定有自己最喜好的声音。林一宏说他很喜欢一些旧的，对，旧的一些旧的古迹的声音。不过如果是讲声音，其实我有时候也蛮喜欢听那种就是上网，我会上 YouTube， 然后打 meditation， 然后就会有很多那种什么那种冥想音乐、瑜伽音乐，那种就是。所以你平常在家听这种哦？就是会想，就是可能坐着休息的时候会想听一下这样。哦。对对对对。那你家有养宠物吗？有啊有啊，我有养一只猫咪，然后家里有一只狗。哦，所以你才会写鸟啊跟高啊的歌。对对对，就是鸟啊是我家的猫给我的灵感。因为你写的真的很就是我就是他们会做的。对
然后我就觉得、啊、我在听的时候觉得好可爱，而且是我觉得男，因为我觉得男生可能对于这些事情比较不在行，但是其实你是还蛮细腻的。对，就是平常会观察他们的一些行为，这样。对、啊、所以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，他就是一个很宅的人吧，就是一直待在家的人。对对对对，那其实我刚刚其实会问你说有没有喜欢的声音，是我自己个人有喜欢一个很奇怪的声音，就是说人家那个，哎、我们这里有一只蚊子一直飞来飞去，对，他刚飞来我这，现在飞过去那里，对，哈，我要把它打死。好，然后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声音，就是马克杯，就是杯子，嗯，然后用汤匙在里面搅拌，就里面是有水，哦、不是干的，是一定要有水，这样口口口口口的声音。哦，你说这种声音哦，嗯，哎，你回家的时候试试看，因为我觉得很放松。哦，是哦，那个其实有点像那个，我之前有看过人家用那个送波，嗯，然后他会先敲一下嘛，嗯，敲下去会咚。然后他用那个棒子去磨，就会嗡嗡嗡。然后听说那个是一种，就是他那个磁，他那个震动是对、嗯、对身体是好的，真的然后是可以让人家平静。对，我可是我在下面有那的声音，但是感觉可能是他敲的时候也会有一些那种让你觉得愉悦的、那个。哦，因为我就是会把那个杯子这样一直在那边，在我耳朵旁边一直哐哐哐哐哐，好好听哦，蛮酷的一种放松的方式。对啊，提供给你，我回家来试试看。好，那杯子的大小大概就是那种马克杯啊，正常500cc 的那种。对，好，我觉得很好听。汤匙也是吧，正常的。对，正常的。好，然后但是里面一定要有液体。好，大概半杯水这样。对对对，或是牛奶那种。这样试试看哦，好浓稠的，好，今天讨论到这个，那我看一下哈，因为我今天有写了一些问题要问你。好哦，嗯，你觉得刚刚我有问到你一个问题，就是你说文字啊，就是怎么样培养灵感，其实你也没有太刻意，我觉得感觉你就是一个就是过生活，然后就把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，那。这专辑里面有12首歌，对，你其实有累积很多歌了吗？就是才挑12首出来，对，有多，其实也有还有多的，对，没有挑进来的，那所以就是，哦，好，有可能会想要偷偷表演吗？就是在你的接下来的这个，把之前没有收进来的歌，应该是。可以试试看，但是我目前还没有这个想法，就是对，把它拿到表演来这样，对，那你会在发了专辑之后会不会有什么样子的期待，就是觉得我发专辑了，但你知道有很多感觉是发完专辑之后我就要开始打仗打哦，你有没有期待哦，我觉得期待是的那个心情是比较是在那个制作的那个时间，就会觉得应该会不错，应该会怎样，应该会怎样。可是随着那个时间一直往后，一直往后，然后做好了，然后再等，然后就是慢慢就是可能因为专辑也有延后嘛，所以就是变成那个原本的期待其实就是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，然后最后就只是希望说，他可以。就是发行，然后让大家听到这样，对，然后，就是，对。那有什么就是比较会有没有什么比较遇到一些比较困难的状态？对，刚刚我突然卡住，是因为我忘记要讲说那个，而且我刚刚也卡住了。你刚刚说那个就是打仗那、這个，就是因为发完专辑，然后其实就是很多。就是开始要做一些宣传嘛，然后还有准备表演，然后我就开始每天练习啊，然后表演在家可能要需要跑步运动，然后练唱这样，然后还要练一些可能现场的演奏的东西这样，所以对我来说就是突然很多事情要做这样，对，所以还在努力，加油，好，嘿，赞哦，谢谢你今天来。对，很开心跟你聊天。好，我很开心。那然后在这边，我要祝福你之后的一切，就是那个很多很多的表演，大家都会来哦，都会去看你演出，谢谢，然后期待你会
对，期待我，对，我的好，反正就是希望大家支持，然后我回家用那个杯子来敲敲看。好，你要再跟我分享哦。好好，没问题。好，谢谢李英宏。好，谢谢，谢谢我吧。